脸红心跳的吻戏，带着粉红泡泡的浪漫。那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爱的甜蜜，爱的浓烈，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幂和赵又廷历经轮回的爱情，比杨过和小龙女还要百转千回。也不少，赵又廷这壁咚吻还被网友笑称根本是在吸果冻。不过赵又廷在开拍前可是非常绅士的，先刷牙。刷什么牙？有大蒜吗？这样的举动让杨幂怀疑赵又廷吃了大蒜，反应直白可爱，剧组欢笑声不断。而要诠释白浅，对他来说就是演自己。他性格里面非常多的东西跟我很像。就是因为如果我碰到不熟的人，我可能也会比较，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冷，然后但其实他可能只是没想那么多而已。虽然杨幂和赵又廷在电视剧首度合作，但演起对手戏好默契不在话下，也让粉丝看得过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